不得了了！完了，还是个黑护符，这阴间玩意要来了吗？黑护符。听声音不是护士，不是护士，光屁股的女人，她冲到对面去了。嗯。快修快修，一定是个母女剑。修，哦哟，全在八四的猪头，我操，有的搞了，兄弟们。好了，他死了，鉴定完毕。就怪你的嘴，把队友说死。哦。要走要走，这外面应该走廊有根钩子，果然啊，这里要躲一下。哎，好难受，天灾。那他这波应该看到最看到的是我吧？没有没有，他踹我们机子，我来看了一眼这个机，要回去了。我耳机带。哦，操！完蛋了，这把还要被折磨啊，兄弟们，搞死了呀！吃笑开光，这局座要倒了。那你快去救他呀！我不能松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去了。我刚修一把。这个图还是个灵美，有点磨。哇、哦，这局座没下那个板，这轮居然活了。都是轮滑，你要看着点队友好。操操操操操操操！对，这个局座确实可以，这灵妹绝对有母女技啊，灵妹也跑得很快。我这台机可以亮，只要不上楼梯我就可以亮，上楼梯就锁住了。但是我暂时没听到心跳，应该在对面的那半场。来我这里，没事，你接着亮。进灵界了，圣巨作圣子崩死了！我操！治疗。这灵妹好像有那个啥，就是母女界加御手，我靠！我都给巨作摸好了。巨作，你不要搞出那么大的动静嘛！我知道你是人皇，你不能跳窗呀！这里面绝对是母女界加御手，兄弟们，没追我了，他追巨作去了。他这个持续时间很快很久，他黑护符绝对是这两个东西。不不不不，没有杀手本能，他应该是御手，只御手加母女剑。哦，要不是你把那个，我只能帮他砍刀了，没办法，好尴尬。那你们现在都没有在休息，只有我一个人在休息。假装跳一下啊、哦。他可能会以为我跳的，对对对，他追我来了，骗到了，骗到了，骗到了 ，nice。他发现追错人了，马上回头了，然后中中刚好在这修机，哎呀，我跟他一起修。我不养你，你臭，你走开。就你不干活，到处蹭。这一波其实说实话，我还是立了功的，好吧，你跟我来。我不干扰一下这波灵妹，他肯定就那个啦，他肯定就追着那边去了呀，这机子要没了。钢花，
没有看花吧，我看他跟我第一次我跟他绕板子的时候他没有那个。对，这个局座也有点屌，不行，不能奶。哎妈，你给人家奶死了。哎呀哎呀呀呀呀呀，你是奶牛是吧，给人家奶胀死了是吧。不要松手啊。我要松手的。我要跑了耶。除非屠夫来了就松。那我怎么知道屠夫来了？铭记啊。我吹着风呢，听不到。快去救他吧。不好救，他在他脸上，我得上二楼去，我得从二楼下去救他，因为那我在一楼勾引一下。哦，他已经救掉了。哦，那据说还要在他脸上跑一下。哦哦，应该有那个的，别在这调查怀表。知道。据说键盘突然就冒奶了，据说我操，这什么腰间盘突出了，也去修中间的肌肉。据说现在跑起来就像腰间盘突出了。加点妖气，老死完了。打我觉得他会吧。哦，打针真的是打击啊。他还想爆贵吗？难道空了一刀，应该是被蹭到距离了，然后进贵屠夫空了一刀，然后再操作了一下没操作起来。那他多少进度啊？亮亮，放他妈又放醉了。哎哎呀，我松手了，锁住了，我炸机了。我不稳健，我这一波对不起。要守这个局座。哎呦，那波救人真帅，我跟你说。那波救人是真他妈的帅，虽然没有扛刀，但是队友都在。然后这个妮亚补位很及时。快，我给你摸好，你去扛刀。不不不不不，最后一台了。上面也没，马上开了。知道，我刚跟妮亚修的是这一台。上面开不开不知道啊。上面那台我在刚才进度很高了，炸了个机。快点说，不好局座还有个大心脏的飞起来了。对，你快，你也去给他砍刀，我大心脏等下给你飞起来。我现在找不到他呀，我在找他，我有包包。马上亮了，不用包包了。哦，局座快飞飞。哎呀，我们两个双飞起，我们两个飞了，局座没飞起来。现在也找听不到局座在哪里，主要是他在哪里啊？不知道。我操！我操！这是我改版以来第一次遇到一刀杀。啊！关门打狗，快走！快！哦，还拆掉了，打住！妮亚呢？还没来。
他卡了一下，拐角的时候被那个摇往右边摇的时候摇过去了，然后他卡住我了。等一等你呀，你呀怎么没人了？哇！哦，来了。